晚报》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，主持啤李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好啊，嚟到呢節啦，我身邊即係有位咁啊，都好型啦，咁啊，即係我中意你個眼鏡框啊，咁我哋梁啟業先生，咁啊，通常啲人會叫你做阿 O 啊，冇錯，咁啊，點解會叫你做阿 O 咧？成唔係梁啟業咁同埋 O 字有啲咩關係咧？冇啊，細個啲語名好得意咁樣覺得，O 咁好得意咁啊，純粹係得意。好 OK 咁啊，一於就叫你做阿 O 啦嚇。咁啊，今日點解會揾阿 O 佢上嚟咧？咁啊，話説同你都有少少淵源嘅。咁啊，都唔知道有冇，我估都有七八年前啊，佢最少到或者更多，十年都有呢部啦，都十年都係咯，睇嗰時，咁啊就嗰時你就搞一咁啊有個叫一團火，咁啊陣間就會講一團火係咩嚟噶啦嚇，咁啊都即係可能有時會需要下啲義工啊，有啲人幫手，咪初初都係即係靠眾志佢成城啊，靠啲即係市民嘅啫。咁啊，咁我當時都即係我就好少咁啊，咁啊貼下啲海報，咁啊都啊覺得呢個團體幾有佢意思喎。咁啊，去到今時今日，你都搞咗好多年，仲咦見到你哋越搞越好喎。咁啊，對呢個基層啦嚇，咁啊都係即係咁啊，我只覺得係咁啊，都喺你好多唔係你政府咁易佢即係真係佢幫到手，即係譬如呢個咁聰明天嗰啲咁啊，都有唔少嘅佢聲音啦，甚至有啲家長學生都話，其實又見唔到個導師啊，或者係即係總之都係好多嘢都係要社會佢自己去自救嘅。嗱咁啊，嗱一團火咁啊，究竟係咩嘅即係單位同組織咩團體嚟嘅咧？啊，你都幾好！突然間你頭先講起，我諗起喺你嗰陣時幫手貼過海報，呢個真係。係。你嗰陣時係咩選區議員啊？定嗰段時間好耐啦。應該係選完佢之後。選完區議員。定係之前咧？嗰段時間哇，真係幾耐喎！不過。哇！如果係的話，係超過十年喎。係啊，嗰段時間十一年啦，應該。嗰段時間跟住就話，可以你主動講，我記得好似係。我可以幫手貼下海報啊，咁樣咩發言？咁呢個我估都係啦，因為我搞呢樣嘢咧就2012年搞嘅。嗯。咁嘅時候一開始搞嘅時候就係、是、即係社會就最多咩貧富懸殊啊、跨代貧窮啊呢啲咁樣嘅聲音最多啦。到依家都仲好多。而家就少人講咯，你十年嚟發生過嘢就即係、地產霸權啊，即係本土運動啊，到雨傘啊，雨各樣嘢，咁即係爭好遠啦！而家個社會氣氛，想做義工嘅人應該比嗰陣時少咗好多。係真的真嗰陣時係一窩蜂嘅，成個社會氣氛即係上上下下，即係都好想為貧富懸殊做啲嘢嘅。即係嗰時連差唔多大陸人咩即係傷害香港啊呢樣嘢，嗰啲思潮都未有嘅。哦，即係嗰時都未有中港矛盾，唔係爆到，未算好嚴重嘅，即係唔係好介意啲大陸人咩？咁嗰時可能啲大陸人喺香港都未係即係霸曬所有地方啊，又未有啲咁嘅擔心。咁啊，所以好大成個氣氛。你突然間訪問翻我，諗起啊，真係呢十年嚟嗰個成個社會氣氛真係好大轉變。我望到你都覺得好大，好大轉變，經歷咗好多好多嘢啦，真係。係係咪啊？即係可能都我成日喺街度撞到你噶嘛，即係成日都作直播啊，喺度好多機會喺唔同嘅現場裏邊見到你，即係睇戲都撞過你啊，真係。係啊，咁啊，阿 O 咁啊，我哋講翻一團火啦。呢個係你正式2012年嗰陣時開始搞啊。2012年開始搞一團火二寶，其實就2008、2009年開始有咁嘅團體㗎。係。即係有個團體，咁我嗰陣時因為喺。即係覺得個社會裏面可以凝聚一啲人，可以試下睇下可以大家唔同唔同發展一啲夢想啦咁樣，扭開嘅唔知做咩好嘅，其實嗰段時間。但係正正係2012年嘅時候咧，就比較實淨啲，覺得個社會真係個個都想解決跨代貧窮，咁所以我就諗用咩方法去幫呢班基層小朋友，而嗰陣時覺得因為好多人派飯，好多人做呢一次性嘅義工，咁我就思路乜嘢方法可以做長期義工咧咁樣，咁我就覺得啊，原來義保免費補習最能夠招到一啲讀過書嘅人啦，或者大學生啦，咁佢就一個禮拜一次嚟補習，就同一啲基層小朋友補習，咁佢由小學一年班幫佢補到佢小學6年班，咁我哋個思路就咁樣去行。啊，我都記得咁啊，當時即係會係留意到，咁啊，除咗你哋係做宣傳嘅之外咧。我而家有一排咁啊，嗰時做啲 part time， 咁啊即係咁啊，嗰時即係
我嗰排應該仲係有做廚房嗰排，後屘就轉咗 part time，因為有一排又要去做做網台。咁啊 part time 係做咩？幫啲小朋友補習。因為幫小朋友補習，我見到有啲係好都幾慘。就係即係譬如有啲課後咁啊，佢補習教做功課咁，呢啲係即係學校嘅老師幫唔到你啦。咁啊，佢會有時會請人喺學校，咁或者啲家長冇咁早接啲小朋友，於是有啲人睇住咁，啲老師又唔可以咁樣即係成日咁佢 OT 噶嘛，或者佢有好多行政嘢，即係你知教改之後好多行政嘢又要做咁啊，於是就請出邊啲人嘅咁啊，即係咁啊，我就睇到哇！係，我會發覺啲問題比我想象之中係大好多，即係包括就第一咁啊，譬如一班小朋友可以係好參差嘅，即係可能有啲係即係完全係，我記得有啲係去到小一啊，係連基本 A B C 個位數加都唔得嘅，即係已經係去到即係小一。咁啊，但係其他啲同已經去到雙位數加上去，盡係三位數咁啊，同埋有啲係。會係小一、二、三全部撈埋一齊，即係根本係唔夠佢資源到咁嘅情況。咁啊，再加埋咁啊，有時會睇到有啲老師係咪都係好有心同你教，或者佢根本就冇時間有心，我要應付好多嘢，亦都做到滑牙。咁我覺得啲小朋友都幾需要我哋對幫助。即係如果你真係關心嘅時候咧，那個小朋友係你會發覺係佢嘅進步會大好多。一唔關心佢咧，其實佢係翻學係唔知道做咩。係，我都覺得係咁。嗰陣時我都覺得啲中產嘅人咧。啲細路仔咧，即係其實教育資源真係多好多。咁嘅基層嗰啲咧，真係少到咧，你都唔知道點樣比較嘅啫。兩個階層爭好遠。我成日都話嗰陣時，啲幼稚園入學全部都有 proof 啊，一大沓嘢咁先入得去。咁佢哋啲基層根本就係完全即係是但啦，生咗出嚟，其實可能自己都要翻工，甚至可能獨留子女喺家中。咁基本上冇空間可以照顧得到佢好多。咁又呢，但係呢十年就好大轉變啦。坦白講，如果整個嘅嗰個嘅影響，佢哋嗰陣時咧，你問我咧，就真係我嗰時真係一腔熱誠，覺得就只要免費幫基層小朋友補習，跟住真係教育嗰班細路仔又想讀書，一個禮拜一晚補習，佢補完六年，佢應該可以升到上大學，將來之後可以中學佢應該會自己讀書啦，升到上大學啦。咁但係呢十年之後望翻就哇呢個想像真係諗得輕鬆。咦？有冇同你當初嘅目標咁啊？如果依家俾個中間的成績表，你覺得達到多少成呢？我覺得完全做不到，如果你問我在那個成績上面，他讀書上面有沒有改變，我覺得完全做不到。你問我呢，但是我自己那時候一直都想，其實搞這麼多事都是很想一些中產的人可以陪到基層的人可以成長，跟著可能大年紀的人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相處，即我很想是個社會共融又好，社會有個接觸又好，這個想法是多一點。跟住，但係唔係喎？原來因為你基層嘅人一路咁大咧，佢原來譬如我哋俾心機谷佢讀書，原來佢其他又讀書壓力好大啊！而家呢個年代咪即係好多自殺啊，有好多即係更加多嘅社會問題出現咗嚟，而可能佢同父母關係又好差啊！佢小學好俾心機讀書，升到上中學嘅時候咧，就可能反而係佢精神壓力好差啊，或者佢嗰陣時反叛更大，同父母關係又處理唔到，即係。嗰陣時，我慢慢發現就係原來淨係讀書咧，對小朋友個禍害仲大過，即係淨係谷佢讀書咧。呢個諗起一樣嘢，咁啊，即係當時都冇人去補習嗰啲咧。有啲小朋友咧係即係佢中意同你玩嘅，你叫佢做功課，佢唔制。咁啊，呢啲當然係小朋友係咁啊，因為翻到屋企，唔係啲家長都唔識教你，可能佢阿媽係即係做清潔嘅，根本我連嗰啲字都唔識，個阿爸可能更加冇時間，咁有啲嘢都單身屋企。但個小朋友只要同佢玩下，咁啊，佢慢慢咧同你建立咗信任關係咧，佢又會開始你叫做啲咩咧，佢又會順攤啲。但係你發覺好慘，一去到咁情況咧，啲學校咧就話：喂，這個補習用到，咁啊啲小朋友會出位嘅。我點解你啲小朋友會傾偈啊？點解你會同佢做一啲係功課以外佢嘅嘢咧？咪變咗啊，換咗呢個佢。咁我就哎呀，即係難得個小朋友係有進步嘅時候咧。咁啊，學校就唔係睇呢啲，我就係睇嗰啲咩紀律啊，咁啊睇埋嗰啲好迂腐嗰啲嘢。咁其實發現其實好多人就算做教育或者社會，根本都唔知道小朋友需要啲。有時都係咁樣，啲家長都係我哋有時咧，其實免費幫佢補習啦。其實你梗係想佢，因為知道佢唔係淨係讀書咁樣咁簡單。即係你一個人成長要陪住佢啦，佢學習動機好重要啦。咁但係好多時就係啲家長都係你，譬如我哋 set 咗個場。
可以好輕鬆俾一個禮拜補一晚習，輕鬆鬆嘅時候，反而補咗一段時間之後咧，哇！個家長就真頭先講啲嘢，哇！點解佢好似好曳啊，好嘈啊？但係唔係喎，其實應該咁，佢能夠活潑咗，咁先至係好事啊嘛。但係唔係咁嘅時候，所以你都慢慢就係要發現佢教育水平唔夠高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再搲另一啲嘢，再谷佢讀書，再谷佢讀書，其實對佢成長、對佢學習都未必好有幫助咁樣。咁啊，咁啊，你講即係零八年好似話啲嘢，一二年就開始實踐啦。咁你話，但依家其實同當初嗰個即係目標都爭好遠啦。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一路個發展佢係點嘅？好啊，2012年嘅時候就開咗20多個補習點啦。咁就問啲教會啊、地區團體啊、一啲議員辦事處啊，咁啊借地方就一個禮拜補一晚。一個鐘頭補英文，一個鐘頭補數學咁樣，咁都幾好嘅。咁樣都真係每晚都做咗呢個方法，都由嗰陣時開始到疫情前都係咁樣做啦。即係都20多個補習點，咁啊一路咁樣補落去咁樣。咁一晚就一班，就7個學生，大概4個導師咁樣，咁一路補一路補咁樣。咁由班小學生咧升咗上中學之後咧，我都有諗過，即係嗰時我你又訪問過我都有講，即係。我就諗緊係咪要再開多啲班？其實開多啲班都係得嘅，因為有好多地方可以再借啊，教會嘅地方都係得啊，甚至嗰陣時議員辦事處都個地方得。只要義工都好多人好想啊，即係好簡單直接咁做到。我先都有講過，如果淨係谷個讀書啊，發現佢中學之後佢其實程度唔係幾好啊。我嗰陣時就發現班中學生咧唔係好想讀書，升到上中學之後，咁所以我就一定要轉型。上到中學嘅時候，我就覺得班小學生上咗上中學，我諗咩方法？令到陪佢哋喺佢哋學習上面，俾佢成長上面、人生上面係對佢最好嘅咧。咁就我就諗唔到嘅。咁但係我就諗到，起碼咧就招一班大專生陪佢哋玩，或者陪佢哋成長，咁就點都會有幫助。咁班大專生就話俾我聽，呢班中學生需要啲咩？咁就係嗰個時期最常諗嘅方法。咁啊，呢個頭先你講即係政府就有嗰啲咩藍天計劃咩天嗰啲計劃啦，共創明天，共創明天計劃啦咁樣。咁我哋同佢咩唔同咧？我哋覺得即係唔係嗰啲老人家去同啲小朋友佢肯同佢一齊嘅真係，係真係要揾班大專生，而係可能講得差啲，可能都唔介意同佢講下粗口，唔介意同佢哋玩到癲曬，但係就係同佢哋近距離啲。而嗰班大專生嚟㗎啦嘛，已經喺個社會裏邊已經知道佢都好重視自己嘅人生發展㗎啦。而佢哋又唔係基層出身喎，咁呢班中學呢班大專生咧，陪翻我哋班唔想讀書嘅小朋友，呢班中學生咧，佢就自然有辦法㗎啦。所以我嗰段階段咧，就招咗一大班大專生，就陪呢班中學生不斷玩同玩同玩，呢個就最主力嗰個階段做。話啲人數由初初你話即係有。幾個學生啦，即係後屘就去到最高峰係幾個？最多學生就20多個補習點，大概就4至7個咁啊，大概最終4、5、4、3、1、12咁啊，大概120到200人到啦。咁嗰百幾名學生咪到依家都係 keep 住佢聯絡，都 keep 到嘅，都 keep 到嘅。咁好嘢喎，都 keep 到嘅。我哋咧基本上咧個做法就係，因為呢個真係我宗旨啊，我就好想即係我自己覺得啦，基層學生最重要係穩定嘅照顧。或者細路仔成長最重要穩定，即係足夠。你冇辦法生咗個仔出嚟，即係你今日俾飯佢食，下個月就唔養佢，冇可能咁樣啊嘛。即係你今日谷佢讀書好鬼巴閉，下個月完全唔理佢，一唔係幾好啊件事。咁我覺得我好緊張嘅咧，就係個小朋友，你由嗰刻我哋接咗佢翻嚟之後咧，點樣由佢開始陪到佢18歲？咁所以一路個思路都係咁樣去諗，即係所以我哋嗰一路接觸嘅細路仔，其實我哋就即係同你都係咁樣啦，即係咁多年都有個 WhatsApp group 就去都有聯絡，同我哋班學生都係咁，每人一個細路仔咧就有一個 WhatsApp group。我哋佢哋譬如有功課可以喺嗰度問啊，咁我哋每年有團年飯邀請佢翻嚟啊，咁唔係喎，佢嗰段時間可能需要佢疫情，我哋喺網上學習，咁佢又可以嚟參與啊。咁佢我哋而家每個月有同佢睇戲啦，即係食飯啦，咁佢又可以報名嚟參加，咁呢班人咪全部都繼續咁樣去接觸緊佢哋咁樣。咁啊，即係哇！咁呢個真係一個大哥哥、個大姐姐陪你成長。咁我成日話，輸在起跑線，咁啊有啲就贏在起跑線。咁初初諗法可能就你即係補習啊嗰啲可以拉翻近啲啦。咁當然你話同人哋嗰啲話，即係冇錯。話呢個補習一個月時候有，借啲科都擺幾千蚊喎，嗰度又唔知擺幾多咁啊五位數喎。咁啊即係呢啲都冇得比埋人哋嗰啲，又話咩貼題啊，好似啲馬經咁，唔係真係同你增長啲知識嘅，係貼唔貼到嗰啲題，然後你即係喺嗰啲公開佢考試中唔中嘅啫嚇。咁啊，你哋嗰只補習嘅方式又點啊？嗱，小學嘅時候補習咧，
其實你問我咧，嗰陣時最想咧就係、是、我哋有工作紙，就每一次佢咧即係個導師就預備咗沓工作紙啦，跟住啲學生就做啦，或者佢做完拎嚟去咩，咁啊變咗一個持續性，睇住每個小朋友嘅程度去補習啦，咁樣個思路係咁樣。咁但係慢慢發展咧，發現咧都其實都冇乜所謂㗎嘛。最重要就係嗰個義工其實佢有心對細路哥，咁佢真係有心，無條件又冇錢收嘅，咁佢慢慢佢會發展得到佢自己嘅教育方法。佢自己諗嘅方法，佢因為佢錫嗰班細路哥嘛，佢又唔係好，佢其實得佢，我成日話呢個叫温馨式補習，即係其實因為七個學生，四個導師，咁佢其實好埋身、好熟嘅一關係咁嘅補習方法咁為主。咁啊，當時導師嘅數量咧，其實呢十年即係有冇啲變化？當初啊，啲人係除咗睇你個即係可能啲宣傳之外啊，有冇啲流失率啊，或者嗰啲啊，有冇話又再介紹朋友嚟？我最初的時候就諗緊啲義工其實可以長做嘅，同埋我最初就淨係想收啲，想收一啲即係長期義工啦。即係我成日都講啲恐嚇佢哋嘅故事話俾佢聽。如果即係你嚟做一年義工或者做一段時間義工之後咧，就走嘅話，咁其實對細路仔好大傷害。呢個真係故事啦。咁但係就講幾多都好啦。即係事實上面啲義工其實真係冇話咁嘅耐。咁呢個係真嘅，即係多數都係做咗一年兩年。即係就走啦，其實多數情況都係。但知唔知係咩原因？可能佢自己繁忙，或者可能有啲出嚟做嘢啦，定係點咧？我覺得咩階段都有啦。即係如果譬如我當佢係一個大專生，咁佢喺大專嘅時候可以有即係多啲時間去做呢啲嘢。咁佢慢慢大咗一兩年嘅時候，佢可能就做咗其他嘅義工啦，或者佢有工作啦咁樣。即係我諗十年你數翻過呢十年香港發生嘅嘢咧。你就會發現其實不同階段的人都會即對哪些議題又緊張一點，所以就你都很難去綁死一個人是長期做一樣義工，即又不是真的那麼多人可以這樣 的一路行。我估你是比較厲害的，即那麼多年都還是做在網台，可以是在那裡長期發聲開麥克風，都是很少人。哦，咁啊，即係咁，當然由到個變化同埋個生活歷程都好大轉變，佢都有嘅。咁啊，即係講開咁啊，做義工學生咧，你話呢十年咁啊，即係你話社會個議題咁啊，當然依家唔同咗啦。譬如近呢幾年都係好，即係唔係好齋睇貧富懸殊，雖然有好多嘢都可能係貧富懸殊問題佢衍生嘅，係對你哋嗰個影響佢幾大咧？我咧嗱，思考咧唔同階段諗緊唔同。2012年一開始想就是補習啦，補習嗰時思考就是怎樣解決跨代貧窮，個方法就是增加佢知識，咁就可以解決。跟住到2016年的時候，我哋升咗上中學，我的思路是怎樣可以解決跨代貧窮？最重要的就是解決佢人際關係 （social capital）， 佢能夠有很多的社會資源、社會網絡陪佢大。咁呢個係嗰個思路的一個階段諗嘅嘢。去到呢幾年咧，我最多諗的咧就是呢班細路哥要獨立自主，有自己嘅獨立思考能力，即係唔係再係即係由上而下灌輸一啲知識俾佢，又唔係再係即係谷住佢逼佢哋有啊，你要同人建立關係，你同人嘅關係點？而家所以我做多好多嘅嘢咧，就係呢班細路哥點樣令佢可以佢有佢自己嘅想法，佢自己係想學啲咩佢就學啲咩。佢嗰個階段佢點樣去成長就點樣成長，係我多啲諗嘅過程嘅做嘢。咁啊，即係每一年都有細路仔佢出世㗎啦嚇。咁啊，有冇話即係其實每年都有加咗唔同嘅年齡嘅細路仔？咁到就好難，即係都唔易去處理喎。你會係點樣去？我哋而家咧嗱，講真啦，嗰陣時疫症開始咧，我哋就將所有原本嘅補習點咧，就即係學校都落單啦，即係都冇辦法翻學嗰陣時。咁我哋都一樣。咁就冇辦法，即係再喺補習點補習，因為你學好似啲補習，其他啲補習社都要停啦，我哋都停曬。咁我哋同佢哋一樣，就轉曬做網上學習，所以用 Zoom 啊，用呢啲嘢補習。咁坦白講，呢班基層就網上學習其實都幾難，因為即係一班你想象啲小學生，咁跟住對住個 Zoom 去學習，哇，差唔多，我覺得嗰幾年其實佢哋都幾多時候，甚至學校翻學都已經停曬，可以學到嘅嘢咁樣，咁。去到嗰個階段咧，就係、是我哋就同時諗網上學習之後，就點樣可以陪到佢哋咧咁樣，所以就嗰時 keep 咗咧，
政府淨係差唔多得一樣嘢可以開嘅啫，就係睇戲嗰陣時，即係戲院都仲好似開緊，雖然好似有啲階段又開只能夠開一半啦，或者仲要限聚令，最誇張試過有四人一個組啊，即係有兩人一個又試過咁樣階段啦，我覺得，不過好短一兩人試過，好似幾個月定唔知好短時間，多數情況係四人。咁我哋嗰陣思路咧就係、究竟政府你當迫害又好乜都好啦，就係、四人一個限聚令，我哋就所以將啲小朋友咧就打散到四人一組，四人一組咁樣出去睇戲。咁所以我就諗，可能三個小學生就 group 埋一組啦，跟住就加一個義工就陪佢睇戲。咁睇咩戲呢？就嗰三個學生自己決定去揀去戲院揀戲睇。咁跟住就去買飛，跟住就完咗就一齊喺 food court 食飯。咁啊呢四個人一個義工就陪三個學生，咁佢自己去睇戲啦。咁完咗之後咧，嗰三個義工嗰三個學生咧就其中一個做組長，咁我個組長又翻嚟，我哋就幾個組長又 group 埋一齊，就去傾翻咁你帶住其他組長嘅時候有咩經歷啊？咁小學生嘅啫喎，咁樣有其他義工又帶住佢，咁我哋用一個咁樣嘅方法，一個月一次同佢做啲咁嘅活動，咁又嗰度都幾虛撼㗎。嗰陣最勁，我哋 total 有一百幾人喺度咁樣，即係包場咁滯嚇，包場唔係包場，因為幾個場啫嘛。其實嗰陣試過場係，即係要幾個場咁先至有，因為佢哋可以揀戲嘅，因為自己可能就呢班學生又睇呢個戲，嗰個學生又睇嗰啲戲，咁啊包場咁嘅嘢，咁啊用呢個方法去諗辦法，但係都幾好嘅，因為真係咁，我先學到，發現原來小學生真係可以做到領袖喎。小學生有諗法嘅喎，佢真係可以揀一啲戲，唔好理啦，即係嗰陣時，起碼戲院上緊咩戲，社會上面就係傾緊嗰啲話題。都可以同佢有啲互動嘅時間咁樣。嗱咁啊，呢個即係講疫情都要面對唔同困難。我哋陣間咁啊，第二節翻嚟啦。咁啊，即係我有一條都同即係近年呢條有關，唔知會唔會對你有影響？下一節我再問下你先。好啊，好，thank you。